敬一下啊！啊，你个背包给他，你个你个个流传一下啊！啊，多谢啦！我是讲，我看到我也是。我讲新书发表，过来哦，去大理啊！所以讲，拜拜拜拜。真向阳下去，我口腔嘛，哦 ，OK 哦。3:00再开始，好，哦，坐着，你也想过来？哦，我知道。主持人啊，我主讲人哦，啊，我主讲可能先讲啊一段啊是安怎啊，跟请你哦，坐好啊，张老师啦，张娘子来，那你怎样？啊，准备个。我坐坐啦，坐翕相啦，坐坐啦，啊，我你坐国宝级的啊，你哦，卡要翕相来换算一下。张娘子，哎，各位文学界的前辈老师，大家好哈，还有好像有一些是小霞老师的以前的在报社的同事哈，或者是。摄影界的或文化界的好朋友，那我是赵庆华，目前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工作，那所以因为有台湾文学这样的渊源，所以今天那个小霞老师特地就是找我来，就是来担任这个活动的主持人，那我等于也算是台湾馆的代表。那今天也很高兴见到了几位文学界的老师，那也都跟文学馆有很深的渊源。那首先跟大家介绍林宗元老师，是我们资深的台湾作家，前辈作家。对，那第二位是张良泽老师，也是啊，张老师非常的在这个台湾界很资深，也是这个真理大学麻豆校区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名誉的馆长。那接下来也是台湾作家方耀乾老师。啊，方老师现在是在台中教育大学台湾文学系的系主任，那他自己也就是我看一下他的履历，就是有很多担任这个教育部的母语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这样。好，那事实上今天可能老师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拍摄这个从1920到2020刚好今年做一个时代的跨界。好，那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书里面的第一位作家是郭水潭，好像第一位，那事实上是早于1920年，1908年出生，好像，好，所以其实已经其实是超越100年的这样的时间，好，那然后这里面收录拍摄到作家也不分省级，然后呢也包括政治犯，也包括原住民，然后也有族群，也有跨族群，其实是非常多元。那我觉得这大概基本上就是台湾文学好的一个面貌，就是一个非常我们说真的是多元，然后非常的多样性的好这样的一个组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霞老师，那有一些贵宾也请老师来介绍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三位作家之外，就是说这边有几个贵宾呢，啊，前面看来就是这个建勇了哈。是不是丢啊丢？哦，很久没跟他见面了，可能我找你唔要见面了啦，哈，哦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边的啊，这个台湾水的负责人曾文邦先生哦，他跟我一起为台北的玩哈，哦。左边呢，左边的哦，这个蔡宗生哈，哎，这个蔡宗生你右边。哦，西高平的听讲听长啊，吼，哦，进后边迄个拄来，即个是薛国斌哦，就是恁台南的进步伟家薛万东的公主了，哈，哦，啊，薛国斌了，哈，哦，也是国宝级的画家，哎，细万东，哈，哦，过来边啊，这个就是吕旭斌啦，这间店的创办人啦，吼，哦。伊较早在台北要教学过报道摄影啦，后来去美国读这点名字啦，吼，哦，这大概是啊，阵咧就是哦，拄啊，迄个开场咧叫小玉啦，吼，哦，嘿，哦，小玉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佫这个少年，我讲名佫袂记，龙，什么龙？钟龙，钟龙啦，吼，
OK， 阿你可能啊介绍无到，较歹势，我好，就开始啦吼。啊，我就第一就简单讲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台湾作家一百年吼？啊，这个是因为我二零一七年吼，我得了五三民奖吼，五三民奖内底算艺术奖，艺术奖的算了名。哦，我得到迄个奖，啊，迄个奖，迄阵的奖金是80万，啊，我是讲得到这奖，我做一点仔加，应该的话，如果继续，如果有创作力的，嘿，所以讲卖讲得到这奖，安尼就是，我较早捌看过一挂前辈得到奖以后拢无作品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讲我是感觉，啊，我就开始想啊，无我就来做一这台湾作家一百年。哦，这就是我得迄五三年奖以后，我就开始计划2017以后，就是甲这个2020哦，这三年时间就该完成嘛。啊，当然之间我早期在处理案报吼、哦，我就去过杨文德大清、林宗元老师啊、黄俊年啊、杨子乔啦、啊，我都真熟哦。好，啊，这本书内底当然真最近我去一寡所在演讲地讲诶。啊，小甲，你这本书一百年，啊，毋是多，即林献堂因多台湾文化学会多一百年滴个啊，啊，我较拄好，我毋知影，我是以即内底作家出来做内底，吼、哦，出席超过一百年，因为我之前有出席台湾美术家一百年哦，今仔有摕几本书来哦，几啊，搁一个白色烙印哦，吼、哦，迄种绝版书啦，吼、哦，小等下恁也有兴趣吼。哦也使也看一下，遐个内底也真侪台南的作家伫个，正经迄个恁台南美术馆哦，有甲收藏差不多敢要30几个台南在地的作家，诶，即个美术家伫个，所以台南的美术家出真侪真优秀的，而且资深的即个美术家。哦，啊，个我来这本书内底基本上是迄阵有三部曲啦，吼、哦！第一部曲就是讲，请咱啊较为较前辈这边来讲，为这个叶石涛啊是钟兆振因这边开始落安尼记录落啊，诶、欸，啊做个上少年，做个后壁吴依宁吼，啊，这个高头第一部曲，啊，第二个就是一个政治受难者吼、哦，就政治受难者进来这个拢总有。十七位，不管是叶石涛老师的坑抓起来弟弟，吼，啊个蒋孝林坑啊，这个杨伯川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政治受难者的一部剧安尼。啊，第三部剧就是原住民有23位，因为原住民的现代文学较短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内底两个甲得过奖，一个八代，一个夏曼南坡，捌得过3年奖，嘿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我这。做这本书主要名单是就是讲，以历年的国议会20届、五三年奖迄阵超40届左右为主要参考名单。诶、欸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当然做这本书内底有一寡互拒绝啊。你看有人讲啊，咱无这個人，咱无这個人，啊，有的人就是有的作家内底就拒绝这些物件，所以讲。无可能会做个这完整的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差不多我来讲，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大概安尼，甲大家报告一下。啊，这本书是拢是用黑白底片翕的吼、哦，啊，用黑白啊，我去暗房吼、哦，去放出来，哎，所以讲完全拢手工的啊，甲这印刷这边也是叫做流通啦，黑色倒来是用真传统个黑白方法去印这本书字个，嘿。哦，即有闽南啊吼，哦，你闽南，即主要方面是闽南个写个啦吼，题字啊吼，闽南个写序吼。哦，向阳个拢，向阳是阮助理安排迄阵阮个总编辑啦吼，嘿。哦，啊，即我家己亲自写个，哦，好，即个就是。即个就是即个教年纪摆的啦，吼，年纪摆落吼。